现在我们继续来这个 TR4 关卡，如何通过这个严密的封锁线，也就是盟军敢死队2的第一个正式关的关卡地图。现在正式关的这个关卡地图忽然变得如此艰难，好恐怖的巡逻，特别是这个人，这个人很牛逼，怎么弄呢？我们看一下，这边我还不小心把这个人给捆了。这个人好像也必须捆，先把衣服穿起来，看一下有多少人数。好像没几个，好像没几个。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居然是要钥匙的。这关有油桶吗？我们来找一下。小屋子里面好像看过没有油桶。哎，小屋子里面好像还有个那个，我没去开吧。我好像是觉得好像小屋子里面还有个箱子没，昨天没钥匙吧？昨天没钥匙好像没开，我们再去看一眼。不要错过什么，里面搞不好有一把脚钳，也说不一定啊。要是有一把脚钳的话，那就简单了。小偷展开飞毛腿，这个门也进不去，但是我们可以跳窗户。小偷举举，看看，果然这个箱子没开，搞不好里面就有把脚钳。哎，你看，我没说错吧？这就叫感觉，这就叫盘感。这个，哎，怎么这把枪？狙击枪，先把这个放在这个地方。我们先去把这些东西腾挪一下，拿给外面那两个废物。果然没猜错，每一步都是丝丝入扣的。这个作者在这一点上面设计的还是算比较好。这关就不应该设计一号和二号，就应该要3号和8号就够了。然后这个关卡就变得非常牛逼了，因为如果一号二号先出来，直接就可以把脚钳拿到，而且从这边开局按道理应该简单一点的。好了，这把狙击，哎，不是狙击枪，哎，狙击枪在那个身上，这个才是，哎，没拿给你吗？狙击枪居然满了，你也满了，还可以放两个，哎，罐头刚好凑满，烟好像有两包了，待会儿把老三的烟偷掉。好了，现在我们又可以继续去干活了。哦，对，我们的步枪还在里面，步枪拿到。尽是培育嘛，但是我决定还是先把大象救过河吧。所有的象我们都救了，我们先从最远的这只大象开始救吧。这只大象我救得过去，还是得先过来和老三会合。一样的，小头骑大象，很多人没看过，马上就可以看到了。看着这最后只有这一点，但这一点的难度很高，搞不好因为我们刚才那个操作失误，搞不好就这个地方就死档了，所以我决定先把任务做掉，这样好歹这上面可以多打几个钩。哎，我所有人都杀完了，那就可以过河了。这是附加任务，还没把大象救掉，先找老三要包烟。把你的烟给我，你的手榴弹也给我，给你一个这个。果然这个枪在他身上。这关还有一个这个道具还没有用，要不我拿着。这个
道具，我想一下，这个连有没有用？好像没用处。这个地方放一个道具，好像没什么用。那个道具有耗子。你现在去骑大象，存个盘。我现在开始骑大象了，做任务了。只要避开这个狙击手就行。这个狙击手好像怎么都避不开呀、啊，好像还真避不开呀、啊。这样都避不开。快骑啊，兄弟！哎呀，这个上是个速度。打我啊，能不能打死？打不死啊，那就好吧。小子说：“你随便看吧。”老大现在可以行事了。下也下不去，只要上去好像就下不来了。放耗子的时间和这个上去的时间好像差不多，好像这个办法行不通啊，得换一个办法。这个我得换一个办法，用谁呢？用这个三号过来开枪，把他给控制住，把这个把这个视野给他定住。三号在这边开枪，哎，这就是最麻烦的。三号要过来，居然还得抱着这个地图绕一大圈。好像可以直接过来放耗子，先做任务。看一下怎么弄，让一号出手就简单一点。不要一号的话，不能用手机的。啥东西都没有。这个狙击手，我要是爬电线杆走过来，这个能看到，这个没用，我有军服。哎，这个定住了。这个能看到，这两个人，这个人要走，这个人不走，这个咋办呢？这个人不走，小偷又把这边给封死。看看这个里面有没有洞。没有洞穴可以躲，进来也没用。就算我们从这个地方进来，这个巡逻队躲不掉的。看一看，三号这个地方开一枪，看看有什么用没有。要不放个这个引诱器试一下。两个小偷，我看能不能钻过去。这个守住的，哎，好像有可能啊！小偷放只耗子，我就钻过去了。好了，这个关卡我们就过了。好了，全部关卡我们都过了。存不存盘呢？存了盘就不能反悔了。
算了，我还是决定先存个盘，这个地方存一个盘再说吧。这个一旦操作出来就不能后悔了，这两个人一旦定住了，他就不会那个了。这两个的视野就不能动了，当然我自己也不能动。哎，这个都盯住了，哎，这送我一个，太爽了！幸亏刚才读了一下盘，现在我就可以放心大胆的存盘了。至于这两个人，我就轻轻松松搞。哎，怎么这个老大没盯住了？哎，怎么这个人又？我一口气打七个，有人信吗？好像盯这两个人没多大意义，直接就可以捆掉的，还不如不用这个，把引诱器留着，把电线杆子过来，这个始终是没法。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视野会不会永久转向。不会永久转向，那就只有这一个办法，只有这一个办法，只有这一个办法，又把这个镇住了。不能镇住这三个定住的。等我走了再说啊，兄弟。哎呀，这边这个还没注意，这边还有一个，这边爬不过去啊，只能先往这边爬，爬到这边，这边还躲不掉啊，可以躲这个地方，暂时性躲一下。有谁能看到？我们看一下。哎，刚才这个人的视野是往这边转的，这个地方爬过来，这个我钻不过去啊，打昏以后再爬。这个军服好像没多大意思，穿上了。这个地方还有点难度啊，已经定住了三个人，已经算很好的运气了。这个也定住了吗？哎呀，四个人，还有谁能定住？我定三个就够了，那就过了。能定四个人那就简单。追上！哎，谁看到的？把这个看到，把这三个定住，把这三个定住就行了。狙击手过去刚刚好，一口气打。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九个，一口气打九个人。要过来一个。Yes. 这个地方怎么不能永久标记？这就叫永久标记。放耗子的地方就标记出来。存个盘吧，反正都弄得这么好了，这一次。狙击手就过去，这样好像不是太熟。哎，把这个标记弄掉了。大家看清楚，这边有多少个人？我们一口气过去。对呀，应该先把这边这两个打掉。这个能看到吗？刚好看不到。大家刚才看见发生什么事没有？我是看到，你们可能没注意到那个细节，居然会发生这种事情，
这完全超乎我的意料。不道德，为什么会这样？正式成为支柱，超级支柱。大家看到没有？支柱王也有好处的，这爽不爽？大家看清楚没有？大家看到这些细节没有？肯定不知道我在说什么，估计大部分人。但现在我们发现，我们就可以很好的行事。这个游戏突然之间变得无比简单。哎，这个不是定住了吗？怎么还会跑？糟糕，大事了，出大事了！哎呀，我怎么忘记了？我还有烟酒没用啊！哎呀，真是亏啊！现在引力转不回去了。啊，一开始该用烟酒的，现在只好硬着头皮上了。我们来冲击这个蜘蛛网。看到没？这是不是很牛？谁能想到这一招？这个人一旦被我打，他的用处就很大很大。你人挡杀人，佛挡杀佛啊！哎，顺便就把衣服脱了吧。你就过来救人吧。救人？哎，你这个该转回来了，怎么还在往我这边看？看那边去。这边我一口气打，你看这个人又定住了，哈哈哈。这不就收一人了吗？一起。忘记了，这边还有一个人，哎，看不到啊！他怎么回事？刚才发生了什么？这个关卡又这样轻轻松松被我们破解，好像说破解还维持过早，毕竟我们还有很多没打。按照一代的玩法，应该把这个地图上面所有的俘虏全部看到这个一二号藏身的地方。也就是把所有的俘虏都扛到这个地方。I'm ready. 要说不要把东西丢过来，我和二号在这个地方密谋呢。贝尔猫和狙击手正在商谈，小偷如此威虎，要不要把他的档案给撕掉，然后让我们的组织把他给解雇了。狙击手作为贵族后裔说，这是很不错的。这个人可以发抖了，我还是存个盘吧。突然之间觉得不存盘好像老是容易死，存个盘好像就踏实了很多。一个扛一个，好像扛不走，果然扛不走。这个人视野太差。衣服脱掉，就算你扛走我也不怕。
谁把我看到了？狙击枪，这只是德国人的狙击枪 ，GWE-43。这边连子弹都没有用，好吧，我决定不打你，等你去救他，然后我再打你，这样就好，这就叫分流战术。居然在这边，我可以不穿军服站起来走。想都想不到，这边还有最后六个人，加这一个，哦，还有这个打，这个什么，走迷踪步的，这个是大家最熟悉的地方。只要是玩过勇往直前的人都知道这个地图，现在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威风一下了。哎，好像就这个岛。至于这边，哎，怎么这个红了？哎呀，我这个什么时候弄红的？没开过枪啊，这边。我去，耗子正红了，肯定是。把这个人当着他的面打，但是好像这样太过分了，我决定不当着他的面打。我打完以后扛着。烟兄弟，不要投了！你这个，看烟啊，不要去看人呐、啊！我操，你看到什么？哦，这里还有个人呐、啊！好了，这边又被我们轻松突破。哎，这个不准跑！还想跑？你待会儿一跑出去，给我叫五六个人来。Good idea。应该还是把衣服穿上吧。小偷穿这身衣服，还真的像个小偷。看一下我们的关卡任务是什么，要不然我们直接过关吧，就不管这些了。小心敌人的坦克，坦克在哪里啊？我看都没看到。这个叫什么意思？我还不知道。估计是不要触发巡逻船的意思，否则就不要想过关了。这关我们的两大任务，第一个任务把大象救援过河，第二个任务乘坐敌人的吉普车从南边逃亡。但这个
地图上已经被我们弄得乱七八糟。这个样子是默认的地图，也就是南边就在这个地方。开不开啊？关了，关了，可以节约一点盘呐。万一有气了，哇，放这么里面，想好代替了那个老胖子老师，变成了这个酒鬼。然后八号就很。这个巡逻队，那完全不叫事。我们先来看看这个人能不能引出来。哎，还能引出来。突然发现这个关卡做的也不是很恶心嘛，还是很简单的。我们还弄出一个蓝光分离式，大家看到没有？不知道那个怎么做出来的。那边居然还弄出了一个蓝光分离式，当然现在已经变成了红光。大家看清楚没有？这个搞不搞笑？这个，啊，这个本来就是另外一个人啊，啊，这个本来就是另外一个人。哎呀，我就说不可能呐、啊，我都没看到他怎么出来的，原来如此。这里本来如果这个怎么会弄成红色啊？我没注意的时候弄成红色，如果是绿色的话，大家知道我想说什么吗？来绿色，我可以直接进来把这个箱子偷了，然后就走了。现在搞得我好像进不去了。理论上可以打一个，但实际上能不能打到呢？既然都滚到这个地方，怎么能说杀呢？这个地方是，你这个地方应该说可以直接就，这队人都好像可以不管了，但是呢，我已经打到这个地方，我就决定，肯定要把这堆人给他捆掉再说。这个地图已经光溜溜了。把它引出来也是很简单，在这个狭窄的地方，这边好像没这个不知道会不会干扰，但是我们现在已经可以把它那个这个说空手捆巡逻队，我们这个地方可以用下违心战术。过来存一个盘，然后来测试一下维新战术。最后一点，
idea, I suppose. Yes? Get up! 对于这种慢性的巡逻队, Already there. Ready's there. Go. 这个地方能看到. Already's there. Yes. Already's there. Yes. Already's there. Already there. 时间是足够的. So, you have to be at this entrance to the gate. Already there. Go. 要是绿光的话，这个地方直接来一个四打四，就非常简单。 也有短巡逻队的好处，长巡逻队也有长巡逻队的难处。这个老大非常高兴，居然一个士兵都没有，我的位置没人管了。但是呢，一方面觉得，哎呀，手下都没有了，当个老大也没意义了。Good idea, I suppose. Go. 只有一口气。 这个地方来算呢，不能贪心的。能越贪心越容易出事。当然，最后两个是可以贪心的。巡逻队也光溜溜了。刚才小林以为这个地方很难，实际上吧。 开三枪，非常简单。好了，我们来开这个箱子，看看里面有什么宝物。哎，哎呀，钥匙居然在这个地方，好无聊，我身上东西都满了，怎么弄啊？这个纯粹还给了我一瓶酒，一个这个，这个钥匙我拿来干嘛？我懒得拿，拿都不拿。 好了，我们把尸体搬运一下，然后我们来开始我们庞大的救援计划。这关的主要任务一个都还没做。三号说：“我可以出来了吧？”这个时候，三号对这个。 老八说：“赶快把这个铁丝网搅开，我们做手走了，不要管那两个废物了。”好，三号说：“八号说的确是个好主意。”好，开车走吧。这边有人吗？你要压死我！好了，走了，走了，走了，过关了，过关了。居然还不让我们走。这个汽车模型做的比较溜，这个轮子居然是会转的。 比那个坦克模型比较好，坦克模型只有两个轮子会转，这个汽车模型好像也只有两个轮子会转。
娃吼了一声，老二老大，哎，这个这个，哎，不行啊，任务完成了，赶快跑啊，要过关了，行啊。咦，走错了吗？咦，在哪里啊？是在这边啊，这个地方。Move it。好了，这个敢死队队长，敢死队队长和这个狙击手，就这样都一个人没杀，这个任务里面要这两个人干嘛？简直是废物，完全是废物。就像那个什么汤师爷说的，啊，这个好像这个换不掉东西，这两个可以拿到一堆，这个手雷也不知道拿来干嘛了。这个这关谁能用手雷吗？这关没人用手雷，为什么给了我一个手雷？还是把酒给他吧。这关他是酒鬼。还疼不掉了，没这么多空间。好吧，就这样吧，摆的不好看呐、啊，这样。就啊，这样嘛才好看，这样嘛才好看一点。看看这个二号的狙击枪，二号说既然这边有东西，我们来偷一下吧。既然走了也是挖一点战利品回去，多少卖点私货。这把他自己的这个冲锋枪呢 Type 97好像还可以。No doubt。好，我们现在就过关。这一群人里面就老大，好，这个老八力了。哎，还过不了，还有什么任务？哦，对啊，大象还没骑，说了半天大象我还没骑啊。好了，我们开始来玩这一关的正式任务，骑大象玩。看看这个老八一个人骑大象骑得多辛苦，这个大象走路的姿势有没有很壮实的感觉？树叶居然这个地方看起来就像是石头一样，不像是树叶，好假！哎呀，大象看了一眼这个地上死去的兄弟，我兄弟死得好惨呐、啊！现在终于有人为你报仇了，然后只有无奈的走了。这个鼻子好大。救援大象任务我们就这样结束了。哎，好像走反了啊。对啊，这个炸弹应该是炸这个巡逻艇的才对啊，这个炸弹应该是炸这个巡逻艇的，巡逻艇我们还没炸，这一关就只有这个巡逻艇一个红点。这个大象好牛啊，这个水域居然只有这么浅，上不去吗？大象说：“这里这么大堆人，要不要我去踩两脚？”大象，我们来看一看能不能把这堆人踩死。好像没用，这是冲撞效果。
谁能用这个吗？没人能用吧？你手雷不在他身上了，手雷在谁身上？三号身上。三号不能用吧？三号也不能用啊。哎呀，三号把座位抢。二号能用吗？我觉得都不能用吧。没人能用这个手雷，这关到底啥意思啊？这关没人能用手雷啊，这简直就是废物啊！这个设计应该换成一个火箭炮之类的吧，然后再随便设计一个人。巡逻船这个地方丢个手雷给他炸掉是最完美的，不可能叫骑大象过来把他给炸掉吧？骑在大象身上也不能用东西的。一只大象，还有一只，这不够。第二只大象。想甩着点啊，不对，这个甩着鼻子，就这样慢悠悠的走。这哪像是划船啊，明明就是在水底下走。当然我这个开的是低特效，为了节约一点硬盘吧，这些我中国长城防火墙把这些网盘的速度限制得死死的，船都船不动。开高清录制，一个文件一个小时就是1G的空间，要是一天打5个小时就是5G的空间，不用啊。I never saw in the tower. Yes. 泰国先打完，我们看一看那个坦克是怎么回事。我还真不知道坦克。Yes.大象，这里还有一只。飞毛腿。随便开一枪就警报了吗？我开了那么多枪也没警报。是不是还得救活一个人啊？这关没有那个，好像救不活了。可以去，唯一可以的，可以去这个河里把那只船给，把那个船给触发。我走到船边上去看看会发生什么事情。上面两只大象说上来吧，还去管什么船呢、啊、然后我们说不行，必须要看一看，万一会有事情发生呢，万一这个船直接倒了呢，沉了呢。哎呀，这个视角就只能这样了，我上不去吗？哎呀，这个好倒霉啊，这个，哎兄弟，
这个叫毛驴嘴大巴吗？这几天网上的热文，毛驴嘴大巴，这个下来看一看，能不能爬上去把它给按住？还以为可以开船呢，没，好像还真不行啊，没有办法。好吧，走了走了走了，继续骑大象。这关关卡名字是这个，这个，这个，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你靶子准不准啊？能不能打准一点啊，兄弟？坦克肯定出来了吧？平均没有。这个人可能发疯了，为什么打不到你？这是神像护体吗？我们小时候说，这就是神像护体。要不是我们这样，就是无意之间这样玩一下，还真不知道原来骑大象之后是处于无敌状态，还打不准的。小时候说我这个地方掏出枪来一枪就打别人。这两挺这个机枪的造型好逼真啊，大象说你打。又打不赢，哎，这个地方264号船，这个应该设计一个人可以丢。哎，刚才出现什么东西啊？这个衣服穿没穿的吧？没穿吧？你穿不上啊，先生。走了走了走了，不和他玩，简直是无耻。现在盯不到，走了走了，原来可以这样，那就是说大家救一头大象之后就可以随意出发。这个船不会开过来吧？开过来好像也没用啊，我骑着大象是无敌的。但是好像这个算被发现了吧，感觉好像是被发现了，我们重新来，不玩这些了，就直接去救援吧。那头大象让我们看到了很多平时想不到的东西。骑大象是无敌的，所以说呢，这个关卡一出来，只要小偷救了一头大象之后，爬上去，然后就可以在这条路上横冲直撞。骑大象的时候，作者应该把那个大象的脚步声的音效做声响，做响壮一点，咚咚咚的走，就像侏罗纪公园里面那个恐龙走的那个脚步一样。倒骑毛驴，倒骑大象，这叫皮皮象。我们走，这个大象的这个模型也做得比较好，二代里面估计好看一点的模型就这些动物吧，像那个什么模型啊，那个坦克模型，哎呀，做得太垃圾了，和一代那个二 D 模式的坦克，特别是爆炸以后的那个场景差好远啊！一代里面那些炸成废墟的东西，大象怼大象，好了，出盘继续去救援我们的泰国大象，然后我们来看。
看看那个坦克是怎么回事。这个毕竟给了我们一个坦克的提示吧。这个我们也玩过了，没什么玩头。这个是什么东西？诶，这里还有个什么绿色的吗？没看到了。这个大象的大象的这个一把枪吗？现在我们看这个地方的大象，飞奔而来是吧？小子说皮皮象，我们走了。要出来，怎么可能不出来？那艘船肯定可以把坦克引出来。我拿个人划船过，飘过去，他就肯定出来了。因为全局没有一个坦克，也没有那个司机可以把人给弄，把板给解。大象说：“这个水深不深啊？我倒着走，免得栽进去了。”小子说：“我都骑了好多头大象过河。”这就是人道救援组织、动物救援组织救援大象。为了救援这些大象，然后这个小子这个人类吧，屠杀了一大堆人，屠杀了一大堆自己的同伴，然后终于把大象救了。在野生动物眼里，所有救援它的人类实际上都是杀死它的那些人类的同伙。现在已经救援了大象，好像没有了吧。哦，这里还有一头，这么大一头。这个任务居然还没完成。这个时候老三说：“要不要我们直接走了吧？”哎，老大开车的吗？哎，老二开车的吗？哎，不能开吗？这三个废物！啊，这个车钥匙被小偷给拔了。还真开不了。小偷把车钥匙给拔了。最后一头大象，最惨的一头大象，被那几个人狠狠的打了很久很久。这头大象被千锤百炼，但是按体重来说，纯粹是瘙痒，就像一个什么二三十斤的小朋友去打泰森一样。这个任务，我们骑上岸任务就应该算完成了。这个游戏毕竟制作的比较早嘛，按现在来说，每完成一个任务，那个游戏都会提示的。但当年的网游就做的比较好，完成一个任务就提示你一个任务。好了，我们跟着呆头大哥走。好了，这个任务完成了，我们现在就可以顺利大逃亡了。至于坦克嘛，我们先过一下关，再回来看一看。毕竟我们还有一些东西没做。这个小子说：“你们别想走，钥匙在我身上。”飞奔速度，小子说：“你们走啊，你们想走吗？钥匙还在我身上了，你们这群混蛋，全不想溜的人。”重返过关，你说小子要是拿出冲锋枪来打，会不会把这些人打死？
太小。好，不玩了，走喽。看吧，这就是我最喜欢的这种爆表形态，买星就是这样的。现在我们继续重来一下，我们再来看一下那个，不是有坦克吗？我们身上还有一把钥匙没有用啊。哎，这个钥匙钥匙谁拿？钥匙好像没人拿，我自己拿。我们去把所有的门打开，看看有什么奇怪的事情发生。这个时候他们说，要不然我们把车先藏一下吧，这个地方太危险了。老爸说，你们下来啊，下来躲在地上啊。大家一听有道理，赶快下车。好了，我们就在这个地方去躲着了，然后八号去完成这些未完成的事情。把这些门打开，这个地方有个锁着的门，大家已经看到了。大家有没有什么礼物送一下？弹幕都看不到一个。这个里面好像没什么东西了。这边也没有发报机了。Yes. 看一下还有啥。哎呀，这个箱子还没开。我居然还错过这么多。居然还有这个道具，这个道具干什么的？不要，好像也拿不走，你需要七个格子，看谁的身上还有空的，七个格子。老二说：“我来。”啊哈！啊哈！Okay. 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居然还有这么多。这个箱子在哪里？这个箱子捡，这个箱子没捡，这里有个箱子，这个箱子也捡，这个箱子也捡，这个箱子捡，这两个也捡，居然还有一个这个。这些道具我们捡了就没有用。二号你可以回去了。OK。八号现在好像也得回去。然后这个地方还有一个门。啊，二号不是先跑吗？怎么还没过来 ？All right。OK， 现在是残余时间，看看这个八号，这个里面有些什么东西。这里面还有一个箱子，我们继续撬开它。原来这个里面有两个道具可以轰炸的，需要六个格子。那我们格子好像都满了，这个还有两个，这个满了，这个也满了。老头说，既然如此，我就决定把枪放下，用炸弹。那还是少一个格子。Yes. 老二好像还可以拿两个东西。拿出去。电脑。
脚鞋好像没用了。哎呀，坦克这么快就来了，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船也开了，五个坦克，我只有两个，我只有两个，五个坦克，我只有两个，两个炸弹，一个手雷。看看这艘船是让我们炸掉的，那这样说了，看看我们在哪个地方丢炸弹，然后才能把这艘船给炸掉。哦，在这个地方放炸弹，这艘船可以炸掉，然后上面的坦克用一个炸弹炸掉，这就是作者的意思。现在我们完全按作者的意思来玩一次，把这个游戏载入。快速穿上炸弹，拿上，然后开始革命的历程。把这个关卡的所有红点都打了，你就这样盯着我。大家看好了，原来就是这样的。五个坦克。哎，这个怎么没动呢？哎 ，All ready, sir. 这个，哦，对了，动了。Go. 来炸我啊！魔龙管我吗？我勒个去，还不能成功吗？哎呀，好郁闷啊，一点存在感都没有，这样打。好了，干掉一两了。哎呀，不对啊，我应该先过来吧，过来把炸药买好，不然待会儿我在哪个地方放炸药啊？游不过来啊，速度不够啊。哦，好像时间够，时间够，游过去是时间够的。现在我们可以存档。
坦克人怎么只有三个了？四个？要看怎么赢才能一口气把他们全部引来炸掉。这个地方干可以干掉一个。好了，出来。来呀，相互伤害啊！哎呀，果然伤害了。来呀，这边的兄弟，该你们了。来呀，兄弟，相互伤害啊！这个咋办？炸这个，这下面还得哦，这两个。把你炸掉，兄弟！我操，这个一晚上我能不能把他们全部干掉？我在想。哎呀，被碾死了。Already there. Going. 这边过得来吗？好像可以。Already there. Going. 都不看我一眼。哎呀，刚才这个地方炸死人没有啊？人还没搬走，哇，这个地方估计人都被压死完了。我的全孔啊就拿给这些坦克报废了。我想重新打一下，把尸体全部搬走之后再。早知道不跑这一次。被撞死了。是疯狂坦克。
Already's there. 随时又看不到。 Already's there. Already's there. Already's there. 就这样不断的纯盘不盘，一直把这个地图上面所有的红点都干掉。刚才这个红点在哪里？来呀，相互伤害呀！ 这个地方有交集，那就好办了。你们这样就不行。两个有交集的地方居然在这个地方。这边来守株待兔。 能不能把这个水里的打掉？全靠你了，待会儿我来扎这条船。 这个超过差了一点，快了都是。 啊啊啊啊啊！没有坦克了吧？这个是什么东西？这里还有个坦克吗？嗯？哎，我在哪里？ You got the right man. 在这个地方，先看一下。这个坦克是炸船的吗？
方居然还有个坦克。这个是固定的，我能拿来炸船吗？好像可以啊。哎，我先去看一看这个炸船简单还是那个炸船简单。看不到我吗，兄弟？这个是用它来炸船的，原来。先来玩一下这个炸船，这样炸弹又可以节约一枚。应该让水鬼了，好像应该让水鬼了。这个小偷的速度跟不上，别炸啊！这里好多人的。让水鬼来干这边的坏事，然后小偷把上面那个炸掉。这个道馆能看到，看不到的话，我就让水鬼出手。果然贝雷帽和那个完全就是废物。三号说想不到居然还有用我的地方，我的氧气瓶呢？哎，没有氧气瓶吗？哎，这关没有氧气瓶吗？哎，这关没有氧气瓶。没有氧气瓶，谁在水里速度最快呀？小的好像很慢，跑都跑不过去啊。Let's go。没有氧气瓶，黑尾啊，都过去吧，看看谁的速度最快。还真没想过水里谁最快。Stay out of my way。Let's go。水里谁最快？应该，哎呀。好像应该是老大比较快。叫老大来。啊哈。啊哈。OK。Boy。老大，这需要你的时候到了。哎呀，不开火，这个。Leave it to me. Good. Good. 我去啊，还真炸不掉啊！算了，那就不用了。这个应该炸掉啊，这个速度这么快，从前面走。好像不行，算了，用炸弹。用炸弹吧，把这个干掉，这个坦克干掉再说。我就在这里，让你这个人打。All ready, sir.继续回去。
这次你这么大一炮就打中了。哎呀！真一点打法。真是悲剧啊。二号说我的射程更猛，我操，二号这么远，二号你来，二号终于派上用场。二号说实在不行我还有狙击枪呢，要多长有多长。 OK， 哎，这个怎么了？ Crystal clear。 Crystal clear。 大家可能从来没有看到这一关炸船的，把炸弹。Showtime！ 哎呀，被炸死了。I like that。这个刚才为什么没看到我了？你又错过了。哎呀，我去，炸弹还不在我手里啊。OK。哇，可以打这么远。啊哈。休息一下，八号把炸弹给我运过来。炸弹安炸，哎呀，差这么远，炸不掉啊！这个炸的最远丢多远？要丢在这个地方。我去，这个距离。来吧，通过余径一次看一看能不能炸掉。这个，我觉得这个压根都不可能的。哎呀，还真行！溜溜溜溜溜，好吧，就在这边干活了。快跑啊！到最后面
射程可很强的。哎呀，你这个 ，All right， 这个视野差这么远。Already there。Already there。大家一致决定，先干这个塔。Go。All right。然后说这个坦克太烦人了。哎，不行啊，这个地方这么多。不能把这些俘虏炸死了，我得把这个炸药搬远一点。哈哈，在这条大路上来干干活。OK。Crystal clear。啊哈。好了，我们最后的，应该是让这个狙击手来完成。Okay。盘，All right。哎，这是这个船怎么走位的 ？I like this。怎么没从中间过了？知道这个地方有问题。报告我过来看一看去。为什么你的射程能有这么长？狙击手说这是看家本领。好了，这次他就爆。现在我们的任务，为什么这个坦克任务？哎，坦克在哪里？这个坦克任务怎么没有了？这个全图我们就全部洗白了，一个坦克都没有剩下。记得曾经还有人说这关的什么炸弹不够用，这关炸弹已经多了，刚刚好够用。这关要是给了氧气，估计还会进。现在我们就胜利大招了，这边还在比枪法。大家来算笔账，看谁的功勋大。这个对二号说：“你把那个东西给我弄丢了，去捡回来。”哎，怎么还在这个地方呢？八号，出来，我来把这个捡。Yes。二号说：“看我表演，视野非常长。”二号，哎，这个怎么打不到了？打的结局，炸弹是用完了，炸弹是的确没剩下，但是呢，也不存在有人说的什么炸弹不够用，所以说这关还是很简单的。好了，过关了，还是这个评价，非常的牛逼。TR5 关卡正式完美结束。打出了前所未有的结局，完美结局，一个不剩，就这样过了。我们下次再见吧。